你要吃药啊，你生病呢，快点啊！好了，乖乖，啊！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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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你不要动，来，你过来，我们俩，你的头给我看。你过来，拖起来，快点啦，喵喵。你现在身体不会好哦，快拖起来。对我好像是我们吃最后一次就好了，医生说吃这一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啦？小妹妹，你尿尿还尿在外面呢，你是不舒服？嗯，好啦，快点啦，你头出来了，头出来啊，快点，出来吃药，你头出来吃药就好了。你再头塞进去，一秒钟就好了，很棒啦！你看，这样大家都在笑你，赶快起来出来吃，快点啦！吃完可以有号码高哎，好不好？还生气，他不想吃药。头抬起啊！脸，你头抬起来啊！你头抬起来，快点！哇！你昨天不是很乖吃药？你不吃药，身体不会好哦。
嘴巴都不可能。其实吃药只要一秒钟，你为什么要耗到十分钟？林小妙。你要在哪？里面，里面。不用，不用挤那么多。挤下去了。